身躯洗好啊，安尼较早休困。 明珠甲你甲提醒的代志，我甲乱草草，你足无欢喜的。妈嘛，甲念过啊，你就莫阁生气啊，好无？妈妈出的过代志哦，我都无需要阁再讲啊。啊，不过，你让明珠跟我甲提醒的代志，你是不是应该解释一下？明珠是讲吼，咱一家两房的代志，亲家一定知影。伊若无出面。 恐惊亲家令咱黄爷爷，等到因的更加烦恼家园。伊有伊的讲法啊，你要听入去嘛用的。啊，不过不管安怎，你是不是应该事先跟我参详一下？妈，不是讲过啊，提亲相去都要照伊的意思。我若事先跟你参详，你敢会答应？我会答应。我一开始无想让明珠对。 是因为我感觉真正无适合，啊，不过准讲你带伊来好好甲我讲，只要是合理，我一定会答应。甚至妈妈若过来做来，我会跳出来替恁挡。你知为虾米无？因为我无爱你温骂我，结果你毋是，你偷偷答应明珠，让伊家己行入来五界大。 看安尼，笑笑行入来，你知我想到啥物无？我第一界看到伊的时阵，伊就是安尼，伊笑笑甲我讲，恁两已经做伙啊。伊种小摆表情，我一世人嘛无法度放袂记。不过，上悲哀的是，我竟然爱跳出来替恁讲话。 讲一寡无让人相信的白贼话，咱毋看，大家拢看到的事实。今日提亲，受到伤害的，毋那是亲家，毋那是姊妹，还佫有我。我真正无法度相信，我替我的囝去提亲，这么重要的代志。 竟然让人安尼糟蹋，慧心，是的，我真正无想要搁听到你讲实话啊！过去30年，到今嘛，志明要娶某啊，你用跟我讲的，永远敢那是迄句，是的。 因为我到即嘛，还阁无法度甲咱三个关系处理好势，我更加毋知影要安怎，要安怎才会当弥补你。我除了实咧，我是当毋知会当阁讲啥物。过去无法度解决的代志，即嘛阁提出来讲出来，嘛是永远无答案。 时间无早，滚吧！哈，阿伯甲阿姆做人丈人甲丈母，做个遮尔委屈哦！哼，我看执行长因阿姨哦，根本就是专工去甲因洗面。所以我感觉我实在有够不好的，为着讲这桩婚事，害阮爸妈因为志明阿姨受到委屈。 早啊知吼！等下，你千万唔通讲，你早知影你都无爱嫁哦。唉，真正替咱丈夫婚礼，咱拢会偷偷替新娘仔算讲伊即句话讲过几遍。嗯，今嘛轮到我家己啊，这真正一点仔都无好受。你放心啦，咱拢已经替别人办婚礼超过300届，嘛算是身经300战。 什么离谱的代志，唔捌拄过？你敢袂记得顶一届迄个新郎，因为双方面的情男朋友，还佫有情女朋友临时走出来乱，
结果去到讲要替阮的代志。对啊，迄边真正有够憨的。是啊。唉，即摆想想的哦，每一对新人若是缘分无够深，根本就无法度顺利结婚。就是啊，那呢，你即摆应该感觉较好啊哦。嗯。佮加上进前有过300本的结婚预言，什么预言啊？佳宇，你跟执行长婚礼被彩排了哦！云腾，云腾，啊，你唔是要伫南部放假放到过年，那你即摆就走倒来？哎呦，我的头号闺蜜要结婚啊呢！我这闺蜜 number one， 哪会当无伫个啊？而且我南部的代志已经解决啦。南部是啥代志啊？啊，了，阮家要趁过年进前重新装潢，我着转去到外营啊。啊，对啦，啊，今仔日执行长毋是要带因爸妈去恁家提亲，啊，有顺利无？雨桐，你真正是哪壶不开提哪壶呢？我拄只才甲家用开破尔呢，还是发生什么代志啊？有时间才偷偷甲你解释啦。婚礼提亲嘛已经结束啊！哎，咱三朵花真久无合体啊呢，等下唔得赶紧来开会。嗯？啊？这么晚，搁要加班哦？哈哈哈！我无伫个，你一个人加班，甲我惊着吼！小傻瓜，佳云这时间讲，当然嘛是要开啤酒会 ，Party time！青柳，叫你阿妈，你哪会一个人伫客厅啉烧酒？我来啦。是毋是因为我今日陪你去五家提亲？害大姊无欢喜，你伫一中歹做人。我本来是想要斗三工的，想袂到代志会变甲安尼。这我知影了，我袂怪你。啊，不过我看大姊也是真袂爽快，我心肝内嘛真袂得过。无，我去甲大姊回信的啦，哈。啊，唔免啦，伊正无简单在困去，莫甲交叉。青龙，歹势啦，害你遮为难。其实这一切，要怪拢爱怪我。我希望讲会当公平对待你甲慧心，啊，不过实际上我完全是做袂到，等到害你甲慧心受到伤害，甚至影响到志明甲志文，拢爱怪我。你莫安尼讲啦，我袂安尼想啦。当初是我要嫁予你的时阵，我已经想真清楚啊。不管嫁予你是好是歹，是毋是会受委屈，我拢不要紧啊。只要你伫我身躯边就好啊。金龙，我考虑过啊，我想要。叫志文甲韵如返来台湾，你敢真正安尼想？你看，志文甲韵如因伫美国打拼，离咱遐远，佮准讲因想要友好你甲妈嘛无法度啊。归去啦，你叫因结束美国代理的工课，返来台湾，安尼咱一家伙也可以团圆啊。哎，我叫伊返来吼。是真简单啦，是讲因在美国做生意了这么侪钱，啊，因即马敢回厝转来？哦，清凉，迄做生意哪有稳赚袂了呀？啊，即马大环境无好，了钱嘛没有完全怪志文啊。搁再讲啦，唔呐，志文想你，敢讲你搁袂想伊哦？
伊是咱两个人的后生呢，伊若是转来，伊个应该甲你斗做工课，你个免逐工遮无闲遮辛苦啊，敢毋是咧？你讲的吼，我拢了解，我嘛知啦。若是讲云姐嘛转来，若是讲行的，妈会无欢喜。袂啦，志文嘛是妈的孙，伊转来又孝阿妈，妈哪会无欢喜？ 好啦，我相信你一定有法度说服妈的。好啦，我再找时间跟妈参详一下。伊若答应，我马上叫志文，伊若无回来台湾，好不好？多谢你疼我。